严重啊！你完全不知影未来要面对的是甚么款的挑战。你太骄傲，嘛太冲动，你即摆功夫，敢那有够伊有遐的配套啊？娘娘，大家拢讲你是大杰，是英雄，互你正好心是无？但是有偌侪摆你差一点仔就变做落榜死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不过你即摆转来也无算想我，我会教你上高深的心法。首先，爱学一步六天，第一步六天，就是爱运气一直下尖，大力用腿跳到头壳顶以上，把你的对手踢到飞上天。顺势，佮予你家己飞升几啊尺高。重点是爱紧、灵、雄，知无？刷落来，前后飞，这步真重要。真正高手都知影安怎化解危机、突破困境。会晓这步，任何当球铁饼都无法度甲你阻挡。运气皆是拳头母，做结甲发球，唔那造成对手极大伤害，佮会甲伊整个飞出去。以敌人之刀，反敌敌人之心。刀剑云波，甚至一粒石头都会当夹做武器。善用你的脚筋，抢夺对手的武器，佮反击回去。爱用空手难对刀剑，爱随时使用身边快流的武器。速水无形，你就爱出手那千波万浪，脚步那行流水。化作澎湃海鹰，快扫千军。你的功夫也未落头，但是即马时间无多，这个心法你得沿路行，沿路体会，千万要注意一寡秘藏在黑暗中的小人，因为当黑路险，人心莫测啊。